虚了。嗯、我要开动了。怎么样？很好吃。哪里好吃？就是辣辣的又咸咸的。真是的。嘿嘿，哈哈，我吃吃看。这种香味带有一点刺激性。辛辣中带点温醇的感觉，在嘴里扩散开来，丰富的口感简直就像是百宝箱哎！哇，没想到小夫对咖喱这么有研究，这还用得着说吗？我小夫的舌头尝遍了世界各地的咖喱，当然不是大雄这种平民老百姓能够相提并论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品尝更美味的东西。最近我妹妹小猪迷上了煮咖喱，所以想请你们尝尝，然后再说出感想来。胖虎煮的炖菜难吃到会要人命，那他妹妹煮的咖喱，我想也好不到哪去。小夫，那就拜托你喽。真是活该啊、哦、对了，也顺便请大家一起吃吧。下次大家去户外露营吧，到时候也叫小猪一起来烹调咖喱，找多一点人来一起吃，小猪也会比较高兴。没问题吧？那当然了，大家都很期待的，对吧？好期待哦！哇，这山好漂亮哦，好棒哦！我去好漂亮哦！对啊。如果只是单纯来玩的话，这个地方是很不错啦。已经开始煮了。大家都很期待你的咖喱，所以你要多煮一点哦。要是吃下那种咖喱，一定会把我纤细的舌头毁掉的。哆啦 A 梦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对了，家政科围裙，穿上这条围裙的人会变得很会做家事，烹饪的手艺也会提升哦。那只要让小猪穿上那件围裙，他就能煮出好吃的咖喱了。小猪，你快看这件围裙，小猪穿上去的话一定很好看。可是我已经穿上围裙了，而且这是我自己做的，所以不用了。真的很可爱，对吧？因为这是你为了今天特地做的围裙啊。真是的。哎呀，你身上那件小猪图案的围裙真的好可爱啊。不过你穿上这件围裙一定会更好看哦。这个图案是我本人哎。那真是抱歉了。小猪，你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看到你在煮东西，让我也想帮忙。那可以麻烦你帮忙煮饭吗？好啊。没想到连静香都开始帮忙了。啊，看来迟早都会被迫吃下小猪的咖喱啦。哆啦 A 梦，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？啊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啊，给孩子吃很多的元气粉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只要撒上这种粉，再怎么难吃的料理都会变得很好吃哦。这样啊，既然有那么方便的东西，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呢？看起来真的很难吃哎！哆啦 A 梦，快点撒下去！好了好了，很好很好。喂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因为看起来实在太好吃了，所以我们想先尝尝味道。对呀对呀，就是忍不住想试吃。哦，这样想试吃啊，没问题吧，小猪？来，请慢用。
没问题啦，一定是世界第一好吃才对。保存期限过了，效果等于零。我想，我们还是等一下再吃咖喱好了。好了，终于快煮好了。我撒，我撒，我撒撒撒。味道还不够，哈哈哈哈！小猪做得很顺手呢，太棒了！马上就要煮好了，看他那么卖力的在煮咖喱，实在没有办法拒绝不吃哎。看来只能下定决心吃了吧。完成了！小布，你不要紧吧？好痛啊！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喝了河水的关系吧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啊！小布，难得有机会可以吃到小猪亲手煮的咖喱，在这种状况下吃的话，也品尝不出咖喱的美味。你的肚子真的好痛啊！这次虽然不甘心，我也只能放弃啦。可是我好想吃，虽然想吃，但是肚子好痛啊！我的运气你怎么这么差呀？真是太不幸啦！这样也没办法。很抱歉，先让我躺着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来，请慢用，这就是小猪特制的咖喱哟。看起来很好吃吧？来，吃得下就尽管吃，分量一定够，别客气。好吧。预备。吃。好好吃啊。对吧？对吧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看来小猪果然是料理的天才耶。没有啦，没那么厉害。我还要吃。我也是。这是多么美妙的香气呀、你们吃的咖喱能不能也让我品尝一下呢？好吗？失礼了，这是名片。我看看，咖喱评论家李道人。谁呀？太失礼了，老师可是咖喱界的权威呢，知道吗？只要引到老师没点头说好的咖喱，就不是咖喱哦。来，请慢用。哎呀，这仿佛会让人被吸进去，充满魅力的黑色，真让人无法抗拒。太好吃了！真是太好吃了！味道浓郁又有内涵，再加上让人麻痹的刺激与抚慰人心的甜度，巧妙的结合在一起，香料巧合的很完美，可说是奇迹，是极致的咖喱，根本是所谓的开动咖喱啊！这简直就是国宝级的咖喱！哇哇，好厉害！我也想要尝尝看。你刚刚不是肚子痛吗？已经恢复正常了，先等我一下。不，小猪，你最好跟引道老师请教一番，接下来就给哥哥我就好了。那就拜托你了。这咖喱是很好吃没错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好，就让它变得更好吃吧。哦，是蝉脱下来的壳，然后再加上果酱跟新香料。用萝卜干增添浓郁，还有咸酥干。好了，来，久等了。哇，真是色香味俱全，还有刺激性的香气。它真的蛮刺激的。搭配会刺激眼睛的香料，真有创意。就是说，那我要开动啦！
你的好心啊。那个，我没什么啦。我的嘴巴里面绽放了。你对黑洞咖喱的总和评价是？黑洞就近在我眼前了。